呢，你看那位奶奶在做好事儿。奶奶，我们来帮您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都是垃圾，怪脏的。你们快去上学，我一个人收拾就行了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色的钱包？奶奶，您应该见过一个白色的钱包吧？那个，嘿，刚才我就想叫你呢，正好你来了。你看看，是这个钱包不？就是这个，太谢谢您了，姐姐。以后您别再那么专心的看手机了，不是什么人都像奶奶这么好心的，您说是不是啊？是啊是啊。宝儿，咱们走。坏了，我的戒指呢？肯定是掉在垃圾桶里了，都是找钱包找的。你们说怎么办吧？那奶奶，我们帮您找吧。这还差不多。不用不用，都是垃圾，怪脏的。你们快去上学，我奶奶一个人收拾就行了。哎呦我的妈！